美女。哎，不能救，不能救，不能救，救一下，讹到你的这麻烦了。很有气，有气。哎，吐了。哎，我们这里看看，有车来，有车来。哎呀，兄弟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撞到人了？没有，我看见他晕倒了，我们不敢救。怎么晕倒了？对呀、啊，不会是你们撞的？不是，我们是好人，不会的。哎呀，晕了，晕倒了。哎，老婆，要不我们救一下吧？等到我们也过不了啊。救什么？可是这大喜日子碰到这种好晦气啊！怎么晦气？救人要紧啊！那我们结婚也要紧啊，一辈子的事而已。结婚可以，救了人间再结也可以的啊。可是等一下耽误时辰吗？哎呀，阿姨，那算命先生都算好日子，什么时辰要过家了？我看着，我看着，还有气吗，兄弟？有一点点气，有是吧？应该是中暑了。来来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救一下。你不要碰他。救一下。怎么不可以碰？你说过你只碰我一个女人，你不碰其他女人的。那我不碰我怎么救啊？哎，不是兄弟，让他们动就行了。今天你大婚的日子，你碰得很晦气的哦。是啊，我都不敢救。救人要紧了，现在人家昏迷在这里。那你要救是吗？肯定要救啊，不救怎么行？你要救就要魂不解了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我们迟一点再结。你真的碰他了？你说过的，你只碰我一个人的，你竟然碰别的女人，跟我跟你结了！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急了！哎呀，怎么那么黑呀、啊？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，你骗我！是怎么那么吵啊？怎么回事？哎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去哪里了？你刚才干嘛？是不是中暑在这里了？送我去哪？你去哪里我都可以送你去。老婆，过来呀、啊！我就是。上上上上！哎呦，哎呦，新娘了，我新婚嘛，新婚嘛，百年好合。上来吧，上来吧。老婆，你们两个干嘛？没有啊，我这两个，两个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没有，我救你起来。我老婆说，哎呀，怎么啊？他不要你了。我好像听到说什么不结婚了。哎、是啊，他说我碰你，他就不跟我结婚了。你不要碰我！哎呦，美女。真的不好意思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动我晦气啊，美女，大喜日子碰到这种事，晦气死了你们，真的是，你们要好好过日子啊。这婚我们今天不结了，你已经碰他了，以后我们结婚的话肯定晦气得很，我跟你说，哪里有这种说法，真的是，我不是有意的呀。这都是天意呀、啊！老天要我晕在这里，我也没办法；老天要他救我，我也没办法呀、啊！我听他还说过，他只碰我，他竟然还去碰你！那他救我呀，美女，你就大人有大量吧，就不结了。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！你上他们车干什么？婚事都搅黄了，都是我的错啊！没事，美女啊，哎呀，我算是看清他了。以前我都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经过这样事情，我真的是看清他了。你晕倒在这里，救一下又怎么了？碰一下救人要紧啊，是不是？他都看不了下去。哎呀，我可能就是老天爷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吧，不想让你们两个结婚就。哎呀，哎，我不能说这种话，真的是。那怎么办？要不我就以身相许给你吧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。哎呀，我现在结婚，如果说没有新娘回去的话，我真的是啪啪的打脸呐、啊！我也是丢脸丢死人了。我没有男朋友，也没有成家，我家就我跟一个妹妹相依为命的。是呀。对呀。那你跟我在一起，会不会委屈你啦？我怕你不要我啊。哎呀，你现在头还晕吗？
有一点，有一点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先车你去镇上去磕点那个药，然后直接换那个新娘妆。真的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好吧。我怕会遭雷劈呀，这样子做这种事情。没事的，我是看其他那种女人了，到时候我们先结婚，到时候我再把那个彩礼什么跟你父母商量，你父母应该不会反对的吧？我都说父母没在了，就我跟妹妹、哎呀，真的是太着急了，只有妹妹是吧？那放心吧，我们到时候结了婚，到时候再开始谈恋爱也不迟的，好吧？好啊。来来来来，先上车。哎呦，好痛啊！来，先上去，慢点啊，我把东西拿。是。好，那阿杰了啊。